他自己走进来，没看到我开E了，还 A。 哎呀，我技能都打完了，我都 A 不到你了，你交闪现吧！你现在没闪现就回家吧，不要诱惑我。狗熊的被动跟那个普通的伤害好像并不是一起出来的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。让火焰奔腾吧！ 算了，这小兵还真的给我打死。为啥不回家做 CD 鞋呀？我感觉这天使我都不需要追他，他就自己往我脸上走呀。所以说我肯定不做 CD。做 CD 鞋是你没有打出优势的，但是像我这种二杠零开局的，那自然是直接裸出个链子。这就叫做零星变通。 出 CD 鞋就很死板，一看就是跟那个叫什么熊王 C 学的。主播对你寄予严重的批评，完了，一技能，但是应该也是打的错。还有个打野，意外收获。可以。 为了防止他跑掉，其实他已经没有意境了，他是穿墙过来的，我不用担心他穿这个防御塔回血，直接走出去，让他被我炸死就行。哎，我技能放完了，你交闪现还有啥用？呵，那你再跟我喝。 还挺值钱，400块，但是速度还是挺快的，没有啥问题。虽说没有刚买的时候快了，也差不多。开脸上把大招也开。我操，跑这么快！我用的差不多。 4年还是5年？反正，反正就是用到电池报废的。开机的话，一会儿就没电了，充不上电了。技能都放反了。 太挂了！我就是光暴，曾经。那你 K 我。 挂脸男，我操！你还能把我撸死不成？投了，直接给对面干走了。那这个账号就还剩下一盘。